我自己练完团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天哪，你们也太 lucky 了吧！我自己听，我就觉得哇，太好听了。所以你们一定要认识他们，从我右手边开始，这是我们的贝斯之神，贝斯界的舞王陈杰。Money, money, money.